这是我第一次出国，这条路从15岁就没放弃过，现在已经21了，很久没写日记，但我想把这个时刻的内心记录下来。我是刘丽杰，2014年1月18号，我终于来到冷面。大家好，我是张彤，这是我第一次到纽约来，纽约时装周我来了，加油！我从纽约的机场直接就到了我的经纪公司Next， 现在心情有点紧张了，希望 Next 的经纪人可以喜欢我吧。看到了吗？这里是电梯啊，像鱼缸一样，好大哦。Hello, thank you. Welcome to New York. I'm joking. Welcome. 直接给了我4个 casting， 我现在要跑着去面试了。拜拜。其实你在时装周累的时候，你在紧张的那个状态下面，你不会觉得很累，而且一天过得很快，就是一天就是一眨眼，觉得时间根本就不够用。有些 casting 就是啊来不及了，然后就一天都在赶，一天都在紧张当中，所以我觉得那时候你不会觉得很累。冻死我啦！我觉得累的其实是整个时装周下来之后，前几季每次时装周下来之后，我都会生一场大病，因为实在是太累，累完之后就立马放松下来之后，你就会可能身体有些不适应，就会生病。我记得我最多一次就是一个单子上面写了20多个 casting， 然后最后做完整一天做完之后，我都不知道我自己怎么是走下来的。那时候找路我只能靠地图去找，我而且头天晚上我都会去做一个功课，就是在电脑上面把那个地址找出来，然后再地图上标一下那一站在哪里。地图已经被我用烂到不行，我就自己把它用透明胶带把它粘一粘，然后继续再用。其实当时是比较担心，就是几家公司它会不会差距的太大，在一个短期的时间内，所以我就想用这种方法去把它标注出来，把整个的变成一个格子化的，然后把经纪公司变成序号去全部连接在一起。我来的第一天没有下雪，但是我面试的真正面试第一天下了很大很大的雪，然后铺在脸上都会刺痛那种，穿着高跟鞋跑了5家。只要喜欢这个地方，有做足功课，然后有勇气走一走，拿一瓶水，拿一个地图，我就觉得可以到任何地方。This, I need this as friend. 我以为我买了一个汉堡，但是我买了一大份米饭，而且是好大一份。我要去坐地铁，我不能在地铁站里面吃米饭吧？而且那时候我是住在 Queens， 就是会比较远的地方，大概就是坐地铁要坐1个小时。第一是年轻，然后第二就是你不懂的话你就不会去怕，所以我可能是当初觉得做模特这么累的话就是模特的一部分。
首先进门是要有密码的，No， 可是这个要在哪里啊？啊，好吧，原来这么简单。我进来了。电梯在哪里？哎，行，歇会儿。奶奶从来没有教过我怎么开别人家的门，哎，开开了。啊，我不喜欢这里，他们的床底下是空的，好可怕呀。Thank you 嘛，其实每次去一家公司，然后都蛮感谢，就是他们有时间见我呀，然后就是想表达一下心意嘛。然后反面有公司，华谊 Fashion Group 的联系方式，至少得让别人记得住，毕竟我占用他们的时间嘛。Thank you for further information. I urge you to contact my agent. Thank you, Kaiden.从小就有喜欢写日记啊，记录生活啊，因为我妈妈就是会告诉我你的人生需要一些记录，一些点滴。其实我很久没有写日记了，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2013年就是我做的最重要的决定，就是我来到纽约。The past is